好，各位亲爱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桑恩。今天我们带来的是《王者荣耀》的全新英雄敖影。王者新英雄呢，对于传说来说还挺重要的，毕竟呢，传说官方已经公布了，未来跟王者的合作只会更多。而目前呢，体验服也发现了一些王者荣耀的新英雄，所以呢，我们传说玩家未来玩到王者英雄的概率呢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我们先看看这个敖影哦，一开始片头呢很长。你会发现最大特点呢，就是它竟然可以变成一条龙。光看它技能组的话呢，会以为它是一位打野或者法师，但其实呢，它的定位是射手魔龙。目前呢，这英雄还没上市哟，只能够玩测试版。而目前呢，我们使用的测试对象是 S 牌的队友，也是最强王者的电脑人机。我可以很高兴兴的说呢，这些人机队友绝对比我传说队友更强的，他们至少呢不会脑冲，然后呢会往后拉，再来呢也会看地图。他们并不是开图，而是看到人之后呢，或者人不见了，会玩的比较保守一点，谨慎一点。而这模式呢有很多先进的功能，包括呢 AI 教学等等的。不过呢，我们先专注在于这位新英雄敖影。你看到呢，我们有四个技能。我们先说说他的小技能了。他技能其实跟索文有点像，索文不是三个颜色的子弹吗？而我们是三个颜色的龙魂，分别有火龙魂、水龙魂跟风龙魂。而大招呢，就是变身成一条龙。变身成巨龙的时候呢，有长达 4.5 秒的无不可选中，期间呢是可以穿越掩体的，穿越墙壁障碍物。之后呢，变成龙俯冲下来的时候，还有切换为人形态的时候，有长达6-7秒的不可选中。而变完龙之后呢，落地会附加一个恐惧效果，恐惧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变成强化状态，高达10秒。强化状态就像我们目前这样子哦，增加我们的攻速 40%， 而且呢射程增加 50%， 手变更长，攻速变更快。不过呢，其实攻速对它的影响并不大的，我们是一只不太需要攻速的射手。谁将我族传说？而刚刚我们提到呢，变完龙之后的冲击会造成大范围的恐惧，恐惧呢算是一个控制效果哦，会迫使呢所有的被恐惧到的英雄呢都远离我们，会不自主的往外跑，就是远离我们的英雄。而在故事的设定当中呢，敖影是一只世界观中最后的龙族，不过呢，到我们的传说竟然还有骇牙、乌脊跟星魁。能打到谁就打谁，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位英雄来到传说几率是非常高的。毕竟呢，他的设定就是世界上的最后一个龙族，而传说对决跟王者荣耀的故事设定呢，就是平行宇宙。四技能会重置三个技能的冷却。我们传说要玩掉一些。王者的英雄呢，尤其是明世隐。明世隐在剧情故事中呢是一个关键角色哟，很有可能呢就像我们漫威的奇异博士之类的，打开了平行宇宙的大门。所以呢，乌脊还有像是传说的一些龙族英雄，遇到这位敖影之后呢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新的特殊的台词。不过呢，这英雄是要购买的，他不能够用游戏内金币，需要用真钱，大概呢40块人民币，也就是台币160-170左右。大家觉得还可以接受吗？传说有氪金的英雄吗？好像没有是吧？团战时如果血量降低，免费英雄导致很多。最近的艾琳不就是免费的 ？OK， 我们补充一下他的技能呢，继续详细的补充。你们看到我们刚三个技能都一起按，他其实呢，你要玩哪里亮的点哪里也是可以。不过呢，这个哪里亮的点哪里是在 people 的顺序很重要。如果最后一发强化在一技能的话呢，就是火形态强化的增伤，伤害很高，可以用来斩杀。高片头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呢，我们瞬间秒了一只满血的打野啊，就一套而已，射手竟然可以一发秒打野，有点夸张是吧？他伤害要超过速了。而如果我们的最后龙魂呢是强化在水形态呢，就会大幅的恢复我们的生命值跟魔力。
水形态呢，看似好像回血很不重要，不过呢，它反而是我们很常用的形态，尤其是呢，要一打都残血反杀的时候才常用到水形态的。而如果最后一发用在风形态呢，就是造成大幅度的击退，这个效果呢，用来推走敌方的刺客战士很有用。再来呢，你们看到我们的血条下面有两个圈圈，那要是呢，我们可以储存最后两个龙魂。然后两个龙魂呢会变成我们的普通攻击的额外强化效果。如果用同样属性的龙魂呢，会有 50% 的额外效果，就是伤害更高，回更多血。我们先说一说三个属性的被动强化效果啊。如果我们有两颗火龙魂呢，普攻会附带更高的伤害；两颗水龙魂呢，就会回更多的血跟更多的生命值；两颗风龙魂呢，就增加跑速 50%。所以呢，要逃命要赶路的时候，就用两颗风龙魂。其他的情况大部分呢，我们都是挂着火或者水的。而风呢，因为它是唯一的击退效果，所以呢，可以用来保命。通常不会随便用，就像我们的唯一保命手段了。毕竟我们没有唯一，只有变成龙之后的大招。阿影这英雄呢，如果你不懂他的玩法，你一般的思路玩他呢，一般的射手，你会觉得很弱呀。他不能够出那种身兼双刀的成型的，他要买钢枪、全能武器、王者剑，还有冷却石剑，有点像纳克罗斯的出装。而奥义这英雄呢，他是一只，如果你喜欢玩艾琳或者图，他们有点相似，毕竟的关键在于走位，还有技能使用时机。而它的攻击呢，是会自动瞄准范围内的敌人的，像土伦的被动，还有像艾琳的大招。所以呢，敖影的主要操作点就在于使用技能的时机，什么时候该用水龙魂、火龙魂跟风龙魂。再来呢，就是有没有拉扯拉好。不必携单超海库。他跟敌方射手打架的方式呢，比如对上对面的勇啊、卡芬尼亚、拉维尔啊，我们的普通攻击每秒输出呢是没有他们高的。我们的打法呢，就是消耗一套，然后再一套。你看呢，就像我们刚刚使用了三龙魂的火形态强化攻击，它射出去需要一点时间，不过一发呢可以打对面的脆皮大概六七成血啊。如果加上其他技能的伤害呢，很有可能可以秒掉，直接秒掉敌方的脆皮英雄。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奥影这位英雄他玩起来呢还是挺好玩的，新鲜感十足。而且呢，机制来说会不会算有点 OP？ 毕竟他什么都有，还有七八秒的不可旋转无敌，再来还有增伤等等的。那以上呢，这么大人奥影的大致介绍了。传说呢，不知道会不会看到他。如果看到他呢，很有可能是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的事情，应该没那么快。就我是尚恩，感谢你收看。我们下次见。